船长开船跟骑脚踏车。哇，第一次开船，第一次开船。开船呢，就是要心情放松。开船呢，就是要心情放松，手劲要小，尾舵呢要稳，其他的就实际操作就知道了。好，吹不登阵。自拍露营啊！他昨天刚从骑脚踏车从比利时骑到荷兰，现在要开到荷兰，现在要开到荷兰去。
有做过都可以试看看。对，什么大姐，你可以讲话了。高速公路。高速公路，然后呢？就要小心啊，要过涵洞啊。在立式和尚，引琴声很大，应该听不到我们的声音。